人呢？跟下面吗？工货开了吗？工货开了吗？开了，刚就在这里才想到要开。好、啊，至少开了。哎、欸，几乎看得到了呢。嗯、怎样？你要拍吗？不会啊，那我先偷拍。怎样？你怎么了？下来一堆小人。不会啦，我怕一定都看不到，因为那里有一条线，可以用地平线挡住。那我就不拿照。耶，很漂亮。一个小蚂蚁。小心你不要自己绊倒，拜托。可以举手吗？举手就不够远啊，你可以下去一点点吗？好了，可以。快点，有人了！啊，有人，你不要拍。换 pose， 换，快换。不用了。好了。好了。先检查。要不要？我不用了啦。你不用，这么漂亮。还好啦，明天。你，所以我叫你换 pose 啊，要再来吗？现在快，怎样？直的好，换，还是有点挺啊，脚合起来一点，好的，可以了，再试，没有，还没有。不用啊，没关系、哦。你要走？是我带着镜的关系，就觉得我很暗，是不是？有可能。不是啊，后面亮，你本人暗啊，因为太阳有打光，跟你没打光啊，就差在这啊。不要不要，今天很漂亮，你拍一张，你到我前面下了。拍直的可能随便你啊，横的就只有半身欸。对啊，我知道，你就拍直的就好了。我发现这里拍直的就可以。一二三，换动作。一二三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哦，那我帮你帮我拍直的还是？都有。后来发现直的比较好，就拍直的了。你觉得嘞？OK 吗？我觉得你树帮我拍的树太多了。直的还是横的？直的。直的还树太多？对，因为我帮你拍的就是山的延伸都看得到，但是你拍的就是树占了三分之一吧？会这样吗？你看我拍的这样。你看我拍的跟你拍的
我的有三个那个。然后呢？然后你的，你拍的就树一大堆，不知道要干嘛，树要干嘛？有差吗？有差。三树三的延伸，挺多人哦。来啦！来啦！要下去一点吗？我这边就放第一拍，你那边闲不要拍其他人，我放第一拍。现在没有人吧？现在有人吗？我现在就拉高拍啊，现在没有人啊，随便帮你帮拍短一点，对啊，短啊，很短。对啊，拿去。我要正常。拿去先看。哎，大板子。撮りましょうか。哎。大板子。大板子只有一只脚吗？嗯，练习吗？加油，姐。他在特训吗？你把我拍成肥短。对啊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要故意把我拍成肥短？就拍了没？为什么要拍成短？很丑哎。他现在要进去找还是怎样？他怎么只有一只脚？哎，只有一只脚怎么滑啊？可以啊。特训的时候有这个滑法。哎，他为什么要倒？他想这样下山吗？不，他不是训练吧？他是想真的掉，真的掉哪去了？好，这批人过完就可以。什么叫树多树少？你就把我拍很，把我拍很短，当然也树少啊。然后我拍你短，你就左右左右。对啊，直拍拉很高，树就很少。我没有帮你拉很高，跟拉我说的树是在右半边的树，我的树大概才一公分不到，你帮我拍的树大概有两公分。那我再看一次，是怎样？我要三的那个延伸，没有画，没有光线了啦，你好美。啊！你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很快。嗯，对对对，大概这样。哦，我帮你拍很久，我哪有帮你拍很久？不用。我没有帮你拍很久啊。随便。我哪有帮你拍很久？没差，我不 care。啊，没有啊，现在要回去了。对啊，但是你就这样，就走了那种感觉。没有啊，就走了。我存起来的力气就是要花在这时候滑掉啊，没力气了，没力气了。
刷啦。都一样啊。你要拍哦？要干嘛？我慢慢的下去了啊，力气力气。又很深，是啊，我在休息啊。好，那就直接回事务间等哦。好。Okay. Okay.
只是刮雪而已。在休息，不要跑到我的下面。你叫我赶快回去是吗？不是啊，那你就在左边，不要在我下面。你要走了，你跟我讲，我先走就好了啊。没力气。那你先走，我再走。嗯，好啊，我就没力没。
怎样？没有啊。OK 啊。OK， 过关。走进去来说吧，喷喷，进去喷喷。你看上面也带大球了吧？这么大球。又没下雪，身上没有。对啊，好了，算了，就这样。我鞋款随便穿一穿，因为比较不好穿。走了，哈哈哈。